我最近有收到他们的那个求救邀请，就是说看我能不能，这可以讲吗？他希望看我跟李九哲跟我们其他人能不能去回去一样回去第四季，然后告诉学弟妹一些，对，这也不能讲啊，不是这个，因为你还没出现，他节目也还没有播啊。营业中分家杨明威不退群组，邀约号内幕爆不停，场外饥寒，非正式邀约。小朋友不在，我其实可以，刚喝过捍卫战士，我可以喝另外七杯都用。今晚睡你家。哦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。然后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爸爸节放纵的部分先就到 Monday。实境节目《来吧营业中》，目前粉粉们最好期待就是第二季，除了杨明威，原班人马将另辟战场，害营业中。老胡双帅八号出席一日店长活动，分离在即，是不是颇感伤呢？想要分家了。会啦，当然啦，他不会退群的，说不定不会看到他。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可能会道歉。不好说，我觉得很难想。没有啊，这个都有可能。又停哦，又停不去。不知道，因为不是我们的音乐，对啊，没有忘记了。又停，其实这样不错，我应该也要这样，因为我就上他三集四集，可以一直被讲，我就不用那么累，还要录那么久。之前在跟九九的关系，不会啦，我昨天还有接到他偷偷邀请我的事情，他要邀请我去唱歌，我有点不好意思。他现在要当嘉宾。对啊，他邀我当嘉宾。这还可以先讲吗？可以啊，先讲。为什么？可以啊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没有啦，还在策划当中。把那个歌单拿出来了。歌单拿出来，你觉得我唱这个好吗？还可能是要愿意去钱柜而已。你误会意思。我最近有收到他们的那个求救邀请。就是说，看我能不能，这可以讲吗？可以吧？不行的。他希望看我跟李九哲跟我们其他人能不能去回去一样回去第四季，然后告诉学弟妹一些，对，这也不能讲啊，不是这个，因为你还没出现，他节目也还没有播啊。不会啦，那可以讲。我真的没有收到邀请。没有，那是私下的邀请的。那其实也是非正式邀请。没有啊，就是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的是，朋友，第一个大佬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。